生命和奥秘，乃是神之迹。与人成为一，是神心所喜。他作生命树，维持尽人力，使人满生命成全他旨意。人却受引诱，堕落恶世上，身怀寻人头，只是俗坦肠。读书今生内，善恶满世下，罪律将人绑，肉体满失望。人向神独立，人只是成长，称呼神王化，充斥全地上。愿有神形象，为将神成庄，经落入虚妄，人生满惆怅。但神不放弃，亲自来地上，神子主耶稣照耀神荣光，作神人原型，成绝佳榜样，活出神生命，神丰满显彰。这神人基督是在十架上，将知识救人皆是都埋葬，小鸡尽了解，仇敌难猖狂，失望全征服，生命他释放。生命灵的律是我们的事，罪与是的律不能再的事，灵魂体格不得生命分赐，成为生命人生别大机制。生命灵运行，将我们变化，磨成主形象，全然的像他，脱脂及天然，身体里陪他，建造成新人，成功神迹。